这个是海洋之星的蓝色托帕，星货，这个是星货，我前几天都没看到的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飞扬，今天又是帮朋友们找宝石的一天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挑出来的宝石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挑几个大宝石给你们看。你这要漂亮吗？哇，天，这个好看。这个是海洋之星的蓝色托帕，新货，这个是新货，我前几天都没看到的。这个紫水晶，哇，透光度好好啊！啊，这个切割好漂亮！哎呀，我的弟妹呀，怎么不是人高的？是不是环水晶？这个也是托帕。वैसे तो private सारा बंद है। बैंक भी बंद हो ही गया, 2 बजे बैंक बंद हो गया, पता।看一下，这四枚戒指非常的漂亮。看一下，这颗挺大的。您看一下，是橄榄石的吊坠，然后橄榄石没有那种大颗的吊坠，都是这种，都这样的，比较精致的。看一下小的，其他的宝石有大的，但是橄榄石没有。我给你看一下其他的手链的对比啊，这条手链是最粗的了，在手链里面算是很大的了。款式很精巧，很精巧。